大家好，我是一号自治市长候选人洪佩涵，以下是我的政见：一、增加第二外语实务交流课程，请学校协调国外的学校来本校做语言交流，并建立姐妹校关系，让同学们有更多机会和外国人接触，从生活的互动中学习外语。How are you?准备自己要交换的礼物，穿梭于各班，和同学们交换，拿到另类的圣诞节礼物。哎呦，都被我送完腻了，都没有机会去玩。那你来和我交换啊！今天喊的第二项证件说，可以在圣诞节时到各班交换礼物哦。那么，那我再找票投给他。三，多语言嘉年华转型。多语言嘉年华时，请各班决定自己想要介绍的国家，并准备该国的美食与服饰装扮，为大家进行解说。而同学们也可以拿着票券去换取各种的美食。四、班级辩论赛，不定期举办班级辩论赛，可以让同学们好好思考生活中大小问题，借由辩论的方式，不但可以建立良好的口才，还可以拥有正确的观念。五、中午开放点歌和清谈好声音，举行清谈好声音可以让大家展现自己洪亮的歌喉，并开放在中午时间点歌，让大家可以一边享用午餐一边听到自己喜爱的歌曲。